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请看《恶因恶报》这一章的参谤圣言，轻灵道德，侵灵道德。这句话讲的是对于圣贤人，他竟然会参照毁谤，对于有道德的人会侵犯，会凌辱，这些呢是完全是蒙蔽了本性，愚痴到极点的人他才会做出来，而知道圣贤人有道德的人，他的全心是为了天下众生，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而他如果讥笑毁谤，甚至欺压侵犯圣贤和有道德的人，那他即使是违背自性，造作极重的罪业，这种人一定会堕阿鼻地狱。那圣贤包括儒释道三家，那个儒，你看孔子孟子，他们的教诲如果我们毁谤，我们讥笑，这个罪很重。佛是三界大师，人千导师，如果我们毁谤他，那么就是堕阿鼻地狱。道家的圣人老子庄子，这些人都是圣贤，都是有道德之人，令他加以咁尊重，向他们学习，怎可以诽谤，怎可以欺压呢？咁包括呢度包括嘅圣贤人嘅教诲，我哋要尊重，所以攞经书我哋都要非常之尊重，以恩重心把佢攞起身，双手咁样表示尊重。如果我哋对于经书那个随随便便乱咁掉，这个就等于是参谤圣言。对于佛菩萨的形象，圣言是孔子孟子老子的形象，我哋如果去侮辱甚至毁坏，这个就叫做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了，佛的形象就代表佛一样，我们看见佛像就如同看见佛一样，这个是纪念的价值。观其像如观其人，如果把它毁坏了，这个是十恶不赦的罪业，叫做五逆罪，出佛身血。好多人愚痴不懂，所以报应就一定很惨。你看看在2001年，大家都知道3月12号阿富汗的这个前面就是这个上一届那种领导班子塔利班，他的领导人一声令下，就把流传了1500年的这个佛像，是一个很大的叫巴美扬大佛，炸毁了，炸成碎片。1500年来这个佛像道化了几多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佛教的
成績啊，喺阿富汗，結果咧俾啲塔利班啊，佢哋炸毀咗。炸毀呢個人嘅主謀係塔利班嘅一位即係呢個本拉登啊，佢嘅高級助理啊，叫做奧斯馬尼。咁呢個人係啊，又恐怖組織嘅一個頭目啊。咁佢做咗呢個罪孽啊，結果咧佢嘅下場係點咧？喺2006年12月23號嘅時候，阿富汗駐阿富汗嘅美國軍隊偵察出呢個佢哋嘅呢啲頭目所在地，結果咧派遣飛機啊進行空襲就把呢個奧斯馬尼啊呢個恐怖主組織嘅頭目啊當場炸死咗所以佢炸佛像啊，佢嘅嚴報就係被炸死你睇下報應啊，先幾多年啦冇幾多年啦，咁佢嚴報啊都咁慘。來世我哋知道啊，一定係墮阿鼻地獄這個《法華經》上面講，佛像功德好大這個如果人啊，哪怕以散亂心以一朵花來供養佛像他不是很真誠的，他就散亂這樣一個心現在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散亂心以一花供佛這種人啊，慢慢就可以見到無數佛將來啊，他可以如無數佛受教化。如果有人禮拜合掌甚至舉一隻手稍微耷下頭表示對佛像的恭敬，這種人啊，就可以亦見無量佛漸漸成無上道可以成佛廣度眾生所以這個因叫金剛種子種到阿拉耶識裡面阿拉耶識就是我們的第八識，是我們的本識，輪迴就是這個是輪迴種到去這個本識裡面這個種子將來就是成佛的種子，所以你看佛像功德幾大所以地藏经都讲若有众生出佛身血佛不在了佛像在，佛像就代表佛身，炸毁佛像就叫做出佛身血，那他会怎样呢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对于三宝他毁谤对于经典他不尊重，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所以真正明白因果的道理，怎可能说 不恐惧呢好，请看下面一句，蛇飞逐走法节惊妻，再下面一句，前月覆巢双胎破卵，咁呢四句呢讲嘅意思係相连嘅。主要係讲殺生。殺生动物殺动物嘅生命。蛇飞逐走即係蛇殺飞禽啲鸟类一个天空上飞嘅攞弓箭去射殺。依家攞啲枪去射佢哋打猎。逐走是追逐那些走兽这个是打猎。田月覆巢就是法节惊妻呢就是挖掘那些在这里睡觉的在这里冬眠的那些虫。节就是冬眠的虫。我们这个24个节气里面有一个叫做惊节。差不多到了
啊，春天之后就惊蛰啦。啊，惊蛰就系呢个春天啦。啊，虫咧慢慢苏醒啦。啊，嗰时候就叫惊蛰。一般都打雷，打雷雷声啊，就惊醒嗰啲虫。啊，咁即系呢个，你把嗰啲仲喺度冬眠、仲喺度休息紧嘅，喺肚里边、喺嗰个洞穴里边嘅虫啊，挖出嚟。啊，覆巢即系把佢嘅鸟嗰啲树上嗰啲雀仔嗰啲巢啊，啊啊呢个呢惊妻啊，就系惊吓佢哋啊，栖喺栖息喺树上嘅鸟啊，惊吓佢哋。要知道啊，树上嗰啲喺度休息紧嘅鸟啊，唔可以惊动佢，一惊动嘅话，可能就会毙命啊。呢、这个田月覆巢就是田室嗰啲啊，啊虫啊蚁啊嗰啲洞穴啊，把嗰啲鸟嘅啊巢啊啊覆盖佢啊，甚至咧搅坏佢，使到鸟啊不能够有栖身之地。呢、这个你睇下依家。啊！依家好少啦。啊，古时呢、这个比较啊传统嘅时候，啊以前咧啊一般人住嘅屋企都好大，啊一般喺个门嘅前沿下边咧都会有啲燕子嘅窦。啊，如果啲细路仔啊佢唔识攞啲竹竿去挑嗰啲雀窦，呢、这个就最最要。啊，双胎破卵咧。就是伤害那些、啊、胞胎、啊、破坏那些蛋、啊、那些、啊、禽兽的蛋、啊、特别在那个古人说春月、啊、春天的时候不可以去打猎。为什么呢？因为春天呢正是、啊、走兽繁殖的时候、啊、肚里面有胎儿、啊、你现在去打他们的话，那就会伤害胎了。啊，这个是非常之不仁慈的。啊，所以这些呢，啊，都是讲的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一切的生灵啊，都是有血气的。啊，我们啊，应该好像爱护自身一样啊，爱护他们。这样才可以跟啊大自然啊融为一体。啊，点可以为咗自己嘅口福而去射杀嗰啲禽兽呢？啊，更加唔应该为咗自己嘅嗰啲啊快乐啊去田月覆巢啊，呢个好过瘾啊，把啲虫蚁嘅窦啊，嗰啲洞穴啊啊埋起身啊，啲蛇鼠嘅洞埋起身，把嗰啲动物啊。鉴生啊，逼死喺里边啊！呢啲啊，已经系失去咗天良了。所以古时候啲人讲啊，啊，凡是啊子孙灭绝嘅人啊，都系因为佢前世啊嗰时候咧啊，倾覆咗鸟巢啊，破坏咗鸟蛋，或者系焚烧山林打猎。或者是抽干水塘来捉鱼、啊、甚至是堕胎选子、啊啊、这些人他犯了天律，所以他呢会招致儿孙、啊、断绝的报应。我们说绝子、啊啊、绝子、啊啊、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有因果、啊、没有说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埋系呢一生做嘅恶业，一埋系前生做嘅恶业。啊，呢、这个断绝子孙嘅人，往往系因为佢有断绝子孙嘅行为啊。啊，你断绝动物嘅子孙，啊，好似田月覆巢呢啲，啊，双胎破卵啊，断绝动物嘅子孙啊，就会遭到自己断子绝孙嘅报应。咁现在人啊，更有甚者，唔单止
可能做呢啲事情啊，佢唔觉得系乜嘢，甚至要对自己嗰啲拖延啊，佢都唔会啊呢、这个怜悯啊。你睇个堕胎嘅人最多啊，我哋唔好讲其他国家啦，就讲美国啊，美国两亿几人口啊，每年据根据统计啊。就有150万次的堕胎手术啊，即是说每年150万的胎儿啊在母腹里面啊惨死啊，那些堕胎手术 啊医生是把胎儿从娘亲的母那个肚里面一块一块地钳出来啊，捣碎了之后钳出来，你知道胎儿啊，佢都已经有灵性了。啊，澳洲啊，我哋睇一个例子，啊，一个妈妈佢怀咗孕之后，可以同自己嘅肚里边嘅胎儿沟通，啊，互相啊嚟用心灵感应。啊，胎儿佢都有神识，佢都有灵魂，佢都有知觉。啊，你把佢等于喺肚里边碎尸万段，跟住一块一块潜出嚟，你话佢几痛苦？本来是母子情深，都变成冤家对头。啊，他来世再找到你，他还不是啊这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所以在美国，啊，根据这个台湾辅仁大学，啊，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发行的一本叫做《蚕食的理性》理性这本书里面，啊，这本纪录片啊，他讲到美国一个亚特兰大的一个私人诊所，一位男医生是专门做堕胎手术的，啊，他说他每日，啊，做50至60个堕胎手术。他说有一天，啊，他上了班之后见到自己诊所里面，啊，已经排了一条长龙，都是年轻的少女啊，嚟等待啊做人工流产嘅，啊，佢嗰时突然间良心发现，觉得心里边啊颤抖，啊，佢再都唔做唔落去啦，佢话佢想自杀，啊，佢原先学医系为咗为妇女服务嘅，但系依家竟然喺度屠杀生命，啊，所以佢想自杀。所以这些阴魂 啊在他诊所不散，每日50-60个的阴魂，你想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杀气啊几重 啊就在一个手术台上啊杀机重重啊。那我们看见美国有位妇女就因为人工流产啊，她带来啊这个身心的重创，啊，他因为，啊，在堕胎手术的时候，啊，那个，做的手术不太好，啊，结果 子宫、啊，穿孔大量地出血，啊，搞到最后呢，啊，只能每日，啊，带着一个那些人工排泄袋，因为他的那个肛门，啊，已经没有办法排泄了，啊，只能是那个装一个咁个排泄袋，啊，排泄物就排泄喺个袋里边，啊，一夜咁样挂住，啊，有时出到去社交场面啊，佢都觉得好尴尬，因为咧，佢惊人哋啊听见排泄嘅声音，自己觉得咧非常之啊痛苦，啊，咁医生警告佢，如果佢再怀孕，可能会有生命嘅危险，啊，咁仲有一位妇女咧。当他做完堕胎手术之后，啊，见到医生啊攞住一个小桶，通常医生做完手术都要俾你睇下，啊，那个小桶里面装住啊啱啱钳出嚟嗰啲细路仔嘅一块块尸骸，啊，血淋淋咁样，仲睇见呢个胎儿嘅头啊手，甚至手指都睇得见。当时睇见呢，这个就系我嘅仔啊！啊，这个妇女啊，啊，这个精神都崩溃了，啊，成日就想跳楼。
所以啊，双胎破院啊，依家我哋睇下呢个人啊堕胎呢个问题啊，好大，好严重啊！社会点解会有咁多灾难、咁多天灾人祸啊？其实啊，好大一个原因啊，就系啲怨气太重啊！啲怨气喺边度咧？啊，你就母子之间、父子之间啲怨气就不得了啦！啊，堕胎啊！恩人都变成仇人，啊，仇人就仇上加仇，啊，所以你话呢个世界，佢点会有太平日子？啊，所以啊，你知道胎儿啊，绝对一定唔可以啊做人工流产，啊，呢个罪好重，啊，所以最好系防患于未然，啊，呢个节制欲望啊。啊，呢、这个咁样啊，能够保住啊一生嘅平安啊。好，请睇下边一句：愿人有失，伟人成功。呢、这个系讲啊，心地不正嘅人啊，常常怀住嫉妒之心啊，希望人哋啊失败啊。见到人哋成功呢，仲要加以毁坏，所以呢啲人啊，佢系冇一啲随喜功德嘅心，只会有幸灾乐祸啊！所以佢既然系幸灾乐祸，咁天就一定会降灾祸俾佢啊！因为心想事成啊嘛，佢心里边成日谂住人哋有失败啊。人哋有成功，佢仲想去毁坏，咁最后咧，你呢点心谂到最后成就咗啦，一切法唯由心想生，所以佢自己啊就难免有失败。佢即使成功咗，亦都会俾人毁坏。啊，呢、这个就叫做啊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啊。恶毒嘅人啊，一定会受到啊天谴。好，请睇下边一句：危人自安，减人自益。咁呢句讲嘅系啊，当有危险嘅时候，啊，佢咧要人哋去承担危险，啊，只顾得自己啊安全，啊，你哋苟且偷安啊，不顾人嘅死活啊！呢种人的心啊，真系好似蛇蝎一样嘅毒啊！呢、这个减人自益系减损他人嘅利益啊，使到自己逃离啊，完全系自私自利到极处，损人利己啊！要知道啊。这个天啊是很公道的啊。如果人我们真正有危险有损失啊，这个是命中注定的话，逃都逃不过去啊。怎会可能说把危险啊转移到人家，自己就得到轻安呢啊？怎可能说可以使到人家受损失，自己就得到利益的呢？这些是愚痴的人啊，才会这样想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乐天之命，随遇而安，哪怕是泰山崩在前眼前，他这个眼睛都不眨下。为什么呢？因为凡事都有因果报应，哪怕即使我今天命尽了，我都会高高兴兴离开这个世界啊。咁样去諗，你话人心地几安呢？啊，当下我哋个心就安啦，何必要寻找所谓安全嘅地带呢？啊，而当我哋有危险嘅时候，仲要啊，帮危险啊推到人哋嗰度，以求自己嘅安全呢，呢一种心只会更加加重我哋嘅啊危机。
啊，加重我哋嘅罪孽，啊，所以受嘅报应啊，一定更惨啊！好，请睇下边一句：以恶亦好，以私废公。啊，呢、这个以恶亦好啊，啊，即系讲系用唔好嘅嘢，系同人哋换好嘅嘢。啊，呢啲情况啊，时有发生。啊，你睇下细路仔啊，一齐食饭嘅时候，啊，呢、这个好嘅菜佢都想摆喺自己面前，啊，唔好嘅菜佢就会移开。啊，都是以恶以恶亦好啊！啊，亦即系啊，换过嚟啊，就是自己想要好嘅啊，把坏嘅俾人哋啊，以私废公，用一种私心嚟废弃功利啊，呢啲啊心态啊，其实都是偷渡啊，占便宜啊嘛。占便宜就是偷渡戒、啊、要知道偷渡戒、啊、感应的果报、啊、犯了偷渡、啊、感应的果报呢是贫穷、啊啊、以私废公、啊、感应的是自己下贱、啊啊、所以、这个、他以为可以以恶、啊、以不好的来换人哋好嘅，但系唔知道咁样一换起呢种心，自己嘅命运就更加唔好啦。啊，佢认为用自己嘅私心可以废除公理，但系公理啊，点可能废除得到呢？啊，公理自有天道，啊，公理自在人心啊，啊，想废除都冇可能嘅。啊，所以真正有学问嘅人，佢、啊、要时时。他会时时都检点自己、啊、我心里面是存着公理呢还是存着私心、啊、特别是大是大非之前、啊、如果有私心、啊、那公理就不复存在了、啊、那罪孽、啊、就会做得重了、啊、你看看大凡这个、啊、这个历史上的奸臣好似秦桧啊，啊呢啲奸臣咧，都系呢种以私废公啊！一念为自己，啊一念一步行错啊，结果就成为咗千古嘅罪人啊，受人啊唾弃啊。好，请睇下边一句：窃人之能，啊蔽人之善。这个是讲窃取他人的才能，隐蔽他人的善行。人家如果有才能，应该是彰显他、啊、甚至推荐他，使他能够说为国家、为社会、啊、为我们的团体来服务，来建功立业、啊、怎可以说偷窃呢？啊，点可以话隐蔽人哋嘅嗰种善能呢？啊，所以啊，呢啲都系出于一个嫉妒之心。啊，呢、这个嫉妒啊，系心灵嘅肿瘤啊。呢、这个嫉妒如果唔注意喺佢啱啱起嗰时就把佢去除，呢、这个越长越大啊，最终就成为一个恶性肿瘤啊。这个心啊就坏晒啦，这个报应啊就会好惨。这个喺孔子嘅时代啊，就有一个咁样嘅事情。当时晋国嘅国君啊，召见一个大夫叫做伯仲。啊，伯仲咧就前往晋国国君嘅途中咧，就遇到一个车夫。啊，咁就向呢个车夫问啦。啊！你听见有啲咩消息呢？有冇听见咩消息啊？咁啊，车夫话：我听讲咧，梁生啊，嗰、那个发生咗生崩啊，呢、这个塞住咗河流，
所以呢水都不能够流通。而家呢晋军啊喺度想召见啊白宗啊，仲係商讨对策。因为个车夫唔识得白宗嘛，白宗一听，哦，原来晋军召见我系为咗呢个事情，咁就问啦，咁如何可以解决嘅呢？车夫就话：其实呢件事咧系好简单，只要国军啊带住众臣咧去到个梁山啊去哭泣，去祭奠啊，咁河水就自然就能够流通噶啦。啊，咁啊呢个白宗咧就听咗呢个话咧，就见到晋军之后啊，就把呢个事情啦就讲出嚟。就讲俾佢晋军听，咁晋军咧就果然啊领住大众啊去哭泣祭奠啊嗰、那个山水啊山神啊，结果果然咧嗰、那个河水咧就能够流通啊。咁后屘咧晋军就问白宗啦，话你呢个方法系你自己谂出嚟噶嘛？啊，然后白宗就话系啊，系我自己谂出嚟噶。咁呢件事情呢就传到孔子嗰度。孔子听住呢句话之后讲，白宗呢个人 就快要绝后啦。因为佢窃人之能，佢偷窃咗人哋嘅才能，抢夺咗别人嘅善行。咁后来白宗果然呢遇害身亡。咁佢嘅个大夫嘅官位啊，因此就断绝咗。好，请睇下边一句：刑人之丑，揭人之私。呢句话系啊，呢、这个形容啊，显露他人嘅丑事、丑处。揭发人哋嘅隐私，每个人呢都可能有不足嘅地方，我哋啊都应该懂得包容，唔可以去张扬，人哋有丑处，特别喺身体上，如果系有残疾，佢一定系心里边啊觉得好痛苦，总系觉得啊。好似低人一等，这个时候我们对待他更应该多加抚恤，多加体谅，怎可以甚至形容他的丑陋，彰显他的丑陋，这个就厚道都损伤了，厚道损伤了之后阴德就没了。揭人之私啊，人哋嘅隐私啊，我哋咧应该包藏。如果呢个隐私唔系话对呢个国家、对大局啊、对人民有大嘅伤害啊，只系佢自己嘅啲隐私，我哋唔应该去揭发啊，因为揭发出嚟，佢可能系因此羞耻啊。羞愧无比，甚至会寻短见啊！咁我哋就非常之损阴德啦。好，请睇下面一句：好人货财，利人骨肉。咁呢句话讲嘅系啊，减耗他人嘅财物。货物同埋钱财，离散他人嘅骨肉，咁呢啲咧都系居心不良嘅人先做得出嚟。我哋话系奸恶小人，佢为咗迷惑人，或者系佢想呢个贪取人哋嘅货物啊财宝啊。或者引诱人哋赌博引诱人哋嫖娼，引诱人哋骚纵等等做呢啲事情为咗呢使到人哋家财送送可能佢就能够从中渔利呢啲係
损人利己都是极处。咁利人骨肉呢係为咗一己之私，或者係对人嘅不满，甚至要把人嘅家庭搞乱，可能係用语言嚟诋毁人哋嘅父兄，使到父子不和，兄弟不睦，互相咁样去争斗，咁你就可以鹬蚌相争啊，渔翁得利啊，鹬蚌相争啊，你渔翁得利啊，呢种啊都系非常之啊损恩德嘅事情啊，要知道骨肉啊亲情啊呢种系天伦啊，父子兄弟夫妻呢啲都系啊呢、这个我哋讲啊自然嘅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叫做天伦。应该要在人家家和睦，就算人家有纠纷都应该帮他们调解，使到他们重归于好。怎可以说为了某种自己的私心或者是自己愚痴而去离间人家呢？离间夫妻使得人离婚这个做大的罪业，离间父子使得父子反目这个又是大罪业都是不符合天理良心的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律师律师他们要知道为他的天职是维护法律维护这个正当的社会秩序不可以故意为了赚那些诉讼费怂恿人家去离婚打官司这些就犯了罪业了好请看下面一句亲人所爱助人为非这个只是讲侵夺他人所喜爱的东西帮助人家去做坏事人所喜好的东西我们看大部分呢都是家产啊田地啊或者是书籍啊古玩啊器皿啊衣服啊等等啊这身外之物我们知道身外之物它始终都有成住坏空都是如梦幻泡影无所得毕竟空我们死那天什么都带不走两手空空而去怎可以去 有求有取之心呢那愚痴的人他只会为了夺取他人的所爱去侵占人家或者用暴力或者是用这个阴诈的手段来骗取这些就是这个不知因果将来的报应的惨助人为非要知道人家如果做了恶事我们正直的人应该想方设法劝助他为什么可以还要帮助他做坏事呢佛都说这个教导人家改恶修善演说正法教化众生叫做法布施能够令这个众生得到善报这个是无量功德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讨好人或者是这个有一己之私为了私利助长人家的坏事这样的话自己和他一样那么坏
啊，可能仲要比佢啊，仲要罪孽深重。啊，我哋睇呢种人啊，佢都系唔会有好报。啊，我哋睇文化大革命当中，差唔多到后期，啊，1975年嗰时，我哋知道文化大革命系1976年结束嘅。啊，打倒四人帮，1975年嘅12月年底啦。呢、这个时候四人帮呢啊，这个四人帮包括江青啦、啊、姚文元啦、啊、张春桥啦、啊、王洪文啊，这个四人帮啊，他当时呢入咗科学院里面啊，中国科学院啊，企图呢想啊这个啊篡权啊，因为好多科学家反对四人帮啊。咁当时呢这个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骨干叫做刘宗阳，啊，他呢就那个两次啊写信啊俾那个毛泽东啊，讲当时胡耀邦的坏话啊，胡耀邦当时在科学院啊，而且呢那个巴胡耀邦啊啊等人啊啊革职啊，同埋攞出嚟批斗。咁啊，当时咧喺呢个首都体育馆啊，举行一次万人批斗大会啊，要批呢个胡耀邦呢啲人啊。咁结果咧，因为大家本来就对四人帮啊好愤恨啊，而且咧对于啊呢、这个刘宗阳啊呢一种助人为非啊啊助长四人帮嘅呢啲行径啊，都非常之愤怒啊。所以咧会议上出现咧，当被批斗嘅人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大家反而是热烈鼓掌。当批斗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散了场。万人大会呢变成空空如也了。那后来呢从这个科学院那些、啊、知识分子、啊、上街游行。还、啊、写了一句话，写了一首诗、啊啊、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啊！咁样嚟呢、这个讲呢个刘宗阳啊，话佢系妖怪。咁结果咧，刘宗阳非常之愤怒啊，把呢啲啊作诗嘅人啊，同埋呢啲啊反对佢嘅人啊捉起身啊监禁。佢以为自己咧啊助人为非可以得逞。但是呢没几耐啊，未到几个月啫，就粉碎了四人帮。咁啊喺啊呢、这个后尾啊11月5号1976年嘅11月5号呢，就又开咗一次科学院嘅批判四人帮嘅大会，把刘宗阳啊啊把佢呢攞出嚟啊嚟批判啊，所以佢以前斗人哋，依家俾人斗啊！最后咧被全部啊啊呢、这个开除一切嘅职务啊！呢、这个啊最后咧啊呢、这个人就啊呢、这个终于啊就落得咁样嘅下场啊！所以啊，我哋知道啊助纣为虐啊助人为非啊，佢嘅报应啊啊好惨啊！好，请睇下边一句，请自作威，欲人求胜。这个是讲任意咁去啊，作威作福啊，用呢个威势嚟欺凌他人啊，通过侮辱人哋嚟求得胜利。求得自己的成功。我们知道啊，真正的正人君子啊，他是严于律己啊，宽以待人啊，对自己他是毫不留情啊，改过自身啊，不会姑息自己啊，对人哋呢一定是和蔼啊，所以古人都讲啊，对人呢如春风一样
啊，对自己呢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啊，咁样啊先係正人君子。而嗰啲小人啊先会请自己嘅威风啊，作威作福啊去欺压他人。咁 用侮辱佢哋啊嚟求得自己嘅胜利，求得自己嘅威势。咁正解下边一句，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讲是破坏他人的农作物，这和这些树苗他就把人家败坏了，破坏了。但人家的婚姻呢他这个想方设法去拆散人家。这些呢都是和天理不符的，不符合的。要知道农作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如果是败坏了它的粮食，这些农作物就等于危危害了人类一样。更何况说它自己的屋企的苗家，这个是它赖以生存一个生计的来源。坏了人家的苗家之后呢，咁人哋可能会冇收成结果呢可能会这个受饿。所以呢啲都系唔应该。咁人哋嘅婚姻要知道这个婚姻夫妻这个系天造就嘅姻缘。所谓天造就嘅姻缘就系、是两个人生生世世结落嚟嘅缘分行埋一齐。不论系乜嘢姻缘都好，佢哋行埋一齐呢种缘分我哋应该好好使得佢哋和睦，唔可以去破坏嘅。破坏人哋嘅婚姻自己得唔到好报。好似我哋那个上两讲讲嘅那个一个铁路站嘅副站长佢因为同一个女仔，一个嚟打工嘅女仔私奔，呢、这个女仔呢佢等于系用自己呢种色相嚟引诱，结果呢使到呢个家庭破坏咗。咁佢哋私奔咗之后嘅果报都好惨啊！男嘅有病冇办住工作，佢哋两个仲有个仔要抚养，结果呢个女嘅被逼又要跟另一个男人，生活都好悲惨。我哋谂下，佢呢一辈子都系泪水啊！所以绝对唔可以劝人离婚啊！劝人离婚的确造业好重。好，请睇下边一句。九富而骄，九勉无耻。九即是如果的意思，如果得到了财富了，他呢竟然是骄傲自大。这个财富我们知道是人前世今生财布施而得来的。这个都知道人如果修布施必定有财富所以我们即使今生有财富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因为这件事人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人去布施去财布施他就会得到财富嘛只不过我比人家早做一步而已怎可以以此为骄傲呢而且为富而不仁之人这个反而是可耻所以九面无耻是说
啊，这个不应该免除啊，而受到侥幸啊，这个侥幸啊免除啊，佢咧仲怀住无耻之心啊。咁乜嘢系呢个侥幸免除嘅咧？譬如讲犯咗过失，人哋唔知啊啊，哦，自己咧反而啊觉得咧沾沾唔自喜啊，啊好快乐啊！咧我做得错事，人哋都唔知道啊，无耻啊！啊，佢唔觉得自己做咗错事系无耻，认为系啊神不知鬼不觉啊，佢唔知道啊，自己已经昧咗良心啊，而天地鬼神啊见到佢啊，都以佢为耻啊，咁当然咧就会降灾祸啊俾佢啦。啊、所以啊，应该常生惭愧心啊！啊，我哋做咩事瞒得过人啊？瞒唔过天地鬼神，瞒唔到过自己嘅良心啊！所以惭同愧呢、这个系善法啊，佢哋帮助我哋啊，可以啊改过自新。好，请睇下呢一句。应一应因推过嫁祸卖恶，呢句话系讲无应因得啊，推卸过失啊，对人哋有啲多因啊，佢就不过应得好大；对人哋冇因啊，佢故意讲到咧啊，自己对人哋有因。啊、所以要人哋咧啊报答佢啊呢种心啊，其实就系贪心、啊、一种偷盗之心啊，佢想啊人哋啊去报答佢、啊、而自己犯咗过失咧啊，佢自己啊唔肯认错啊，反而要推诿俾人哋啊，要人哋嚟担当过失啊，要知道啊。即使对人哋有恩嘅，人哋即使唔报答我，啊，唔知道我有对佢嘅恩德，我哋自己系变成咗恩德啦。恩德恩即系人哋唔知道，啊，呢、这个系积功累德啊，恩德先使到我哋真正有福报啊。如果系呢、这个佢报答我啦，咁我嘅呢啲善事都要即刻报咗啦。咁就唔会有福报流落嚟啦，因为人哋报答咗我啦嘛，福报已经现前啦嘛，啊，更何况话我冇对人哋有真正嘅恩德，啊，咁要人哋报答我，咁我咪真系减损自己嘅福报咯，啊，呢、这个自己有过失，应该承认，向大众承认，啊，发怒忏悔，啊，点可以隐藏自己啲过失，咁啊变成阴恶啊！恩恶咧系最损恩德嘅啊，所以你睇下啲人突然间子孙佢会啊变呢、这个呢、这个会死尽啊，家庭家破人亡，无端端嘅呢啲系咩咧？可能系某啲地方损咗恩德啊。咁啊，嫁祸于人啊，啊嫁祸卖恶就嫁祸于人啊。呢、这个有啲咩？一个唔好嘅事情啊，就讲系人哋做啊，嫁祸于他人啊，推卸呢啲罪恶啊，巴丁恶卖俾人哋啊，换取啊啊自己嘅功劳啊，或者换取自己嘅安全啊，呢啲啊都系自私到极点啦啊，咁而天对佢报应啊，始终会归到佢自己。他所嫁给人家的祸患，卖给人家这些恶事，通通都会转到他自己身上。所以天道好还、啊、好，请看下面一句。沽买虚臾，包储显心。这句话讲的是买卖、啊、沽买即是买卖、啊、买卖虚假的名誉啊，那个包藏住啊
阴险啊，那个毒狠嘅呢啲心，要知道啊，我哋嘅名誉啊系实至名归嘅啊，真正有咁样嘅行为德行，人哋先对你有咁样嘅赞誉啊，有咁嘅赞誉都要好似前面所讲嘅受宠若惊，点可以仲要去买呢个虚誉呢？啊，你睇下依家好多做慈善嘅人啊，个心系咩呢？沽买去啊，买一个慈善家嘅名啊，啊呢啲佢冇真实功德，完全培养起来嘅都系欺诈啊，心都已经坏咗啦。啊，包处险心就更加坏了，心里边藏有嗰啲都系阴毒啊，阴险啊，所以心啊，应该养一种静心静气。啊，样样事情啊都要懂得啊，堂堂正正啊，一切啊啊清清白白，咁做人啊先做得快乐啊，唔至于啊呢、这个啊做呢啲事情啊，晚黑做噩梦啊，啊阴险狡诈嘅人，晚黑啊佢瞓觉都唔安乐，点解呢？因为佢个心啊系恶啊，所以佢做嗰啲都系噩梦。啊，所以点可能得到人生幸福呢？啊，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到啦，啊，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多谢大家。